MC 萌新浪知识。有一天老哥发现基督基地了，他把猪杀掉了，拿走了鞍。突然他的好朋友史蒂夫出来了，然后老哥就对史蒂夫说让他往下看，史蒂夫照做了，然后老哥把鞍放在了他的史蒂夫头上，骑上了史蒂夫。这合理吗？这非常合理，毕竟骑猪哪有骑自己好朋友舒服。觉得合理的点个赞，听说点赞的那明天会下雪哦。老哥发现一颗钻石，但是呢老哥过不去，所以他叫他的好朋友过来的，然后他的好朋友马上的就过来了，然后好朋友直接拿镐子挖掉了岩浆。这合理吗？这非常合理。牛顿看到直呼内涵，现在牛顿的表情是被表情包中第五个表情。老哥突然发现了猪，他想杀猪，但是呢他没有武器，所以他把自己的手给拆下来了，然后他拿出来了铁针，把自己的手附魔了封地五之后装了回来。这合理吗？这非常合理，因为这样就成为了手剑了。老哥拿出了一组小麦，然后给了他的好朋友，然后好朋友拿了一组小麦做一个超大小麦喂给了羊羊君。好朋友稍微喂了喂羊羊君，羊羊就变得特别长。这合理吗？这非常合理。然后好朋友把羊羊君的衣服给脱了下来，然后放了出来，然后就成了超长型羊毛。